你讲啊，麦伫咧阮家有要走哦。从人甲我讲，伊的房间是为这边行的，我敢有强调？是啥甲你讲？你会当甲赵林困做伙哈？赵林以前哦拢是家己困的，无咧甲人困同间的啦。伊当然嘛无想要甲你困，就敢若你一粒爆炸头，你一粒头都要困两个钟头，伊是要来困啊？啊，不过我就无共啊，无忧有心在。 敢若是你想，伊就想要甲我揽掉掉啊！更加莫搁暗时啊！虽然讲你比我减几岁啦，啊，不过我嘛知影别项代志哦，拢有一种先来后到，所以我也是要尊重你，叫你一声大姐。大姐，咱以后拢是爱共款，爱做好同仁呢，着爱分工合作。 所以以后这大部分的代志哦，都交予你来管，小部分的代志都交予我来管，嘛就是讲房间内部的代志，予我来负责，房间外部的代志，都交予你来负责，安尼唔才有公平。哼，确实也袂见袂少呢，果然外面的人哦。 对你的风评哦是真的，你确实是一个真够土气的下贱查某。总裁嘛，我早就到我的情人里，我是亲亲白白来对从人的，无参像伊啊，还未满十八岁，都伫咧外口生两个对桥后的，这你拢会当接受啊？你想哪一直要去嫌我啦？ 而且我阁听讲，江超强的清醒爸爸是因为食毒，才阁强起，叫我遮弄死的。敢袂是迄段时间，你有心的时阵，嘛对咧食毒，所以才生出这种像超强无正常的后生啊？莫怪啦，莫怪，从人拢无想要吸着你，迄人换做是我哦，一只毒虫我嘛食袂落去啊！ 你才有心伫咧食毒啦！你规口走人拢咧食毒啦！哦，我看你嘴在尔臭，生落来囡仔，要赶快臭啦！拄啊好！方大侠，你啥物要创啥？你若是搁敲电话，我就甲所有人讲。你这样爱讲哟，好啊，我互你讲到一个有够的。你坐下。 手人红水，讲你手人爱好死，你真正笑跳嘛！叫啊！不是啊！叫你讲话啊！不笑啦！你是话没啊？我跟你讲啊，你若是搁拍我，我就叫所有人卖一间厝给我，是够我就搬出去，我这看所有人是要住我，这是住你家。哎，真想影哦，食无三杯硬菜就想要上西天咯。我跟你讲啦。 那阮中年哦是足真讲的，袂遐尔简单哦，你骗去啦！我哦会用阮哩伫迄只继续来唱手，是要等看你的下场。到时中年啊对你野心的时阵哦，我看你就亲像破鞋共款，等伫路边就无人会捡。总裁嘛，是安怎你就是无愿意接受我？就算讲从人毋是你亲生。 啊，毋过巴肚内底这个囡仔生落来了，嘛是爱叫你一声阿嬷。无需要，我无福气。就算讲你无听话，你嘛爱替环宇集团说笑。我这个囡仔是无八条毒的呢，生落来了一定会产出超人共款巧，未产出迄江超强，大家拢不务正业。 你甲顾着我的后生，你甲我气破，免你真是秃。哼，你遐看袂起超强哦，是？若是我著讲互你评判一下，超强伊早晚会继承环宇集团，你将来嘛是爱看伊食穿的人。哈哈，哎，我讲了伤早，你嘛无法度忍到迄个时阵。 因为你早就已经被放火出去了。迄个时阵啊，我甲崇仁，我的确已经生过来啊，死到去被赶出去的。
唔知影是啥。那你先哦，你要确定讲你的囝确实会当生落来，我再看你哦会当下摆到什么时阵。慢性病，好，你敢讲你要带入来？那是我尴尬，啊，我尴尬的规矩，头一条，就是中日的房间，你一脚步就要甲我踏入来，你想要即时甲我出去？出去！你，我才无爱咧，客户啊！别生气啦，餐厅只讲给你吃哦，都爱怕，伊才会出去。起来，哎，放手啊！你说啊，出去，放手！你放手啊！你想我乖乖听我开门，我先出去啦。啊，放手！你敢怕我？我怕啥？我警告你哦，你若是讲我别对我动手，别再是怕你。林弟弟，我讲这才方法嘞。哈，卖个怕，客户啊，是哪边个怕？妈都有讲啊，袂当怕我，听无？我声啊真钦佩你，你既然敢吼连风怕你也无要出去，耐心对今仔日开始照顾中年的空客，就来交乎你啊。你答应啊，客户！这罐乌豆仔酒是中年每暗若要睏进前拢爱啉的，你着好好款待，好啉。嗯，乌豆仔酒，嗯，一般人要睏进前拢是啉红酒还是威士忌啊？哪有人在啉这個？就吵，提灯，给提灯啦！哎呦，那表情可这么啊古锥哦！这中年上爱饮的乌豆仔酒，了你讲伊吵，安尼叫做咧爱伊哦？哎，一点仔酒味啊尔，你来喊到大细声，喊到叽叽叫，还是咧爱什么货啦？哎。爱一个人吼，都爱爱伊的全部。啊，无叫你用嘴去吃啊，你是惊啥啦？来，回去。我不爱啊！去，我不爱。回去。你坐下，我不爱，我不爱啊！哦，我阿兄上届宝贝的手，你竟然是安尼对待哦？我阿兄知影了，唔知会变安怎呢？王新民呐，演戏哦，都爱演砖头啦。搁伫遐严格想要趁红杯，我看哦，你是阿婆仔生囝啦，真拼咧！我只是病囝尔，你这个嘴哦，莫胡白讲话。从人大家拢要啉乌豆仔酒是，好啊。那安尼哦，我得逐天用嘴甲伊吃，我相信伊绝对会搁较爱我。嗯，你爸啥物通啊？阮阿兄很固定性。哎呦，是搞阮阿兄唔知安怎呢？啊是讲哦，迄个时阵你就爱包好啊，款款的死出去啊！要来相思无？我若是做会到，你得搬出去。无迄个尻川，佫想要食迄个下药，你哦，真正是下西下贱！我变多差你啊！等下，李明春甲我母甲遮尔太过，你想要去倒？我当然是要去叫人来换床巾啊！啊，今麦是甚物时间啊？要找啥？我看哦，个人做遐个人担，你家己拆拆拆去洗啦。拢已经垃圾干安尼，我是要哪洗啊？我伫遮等了换一套洗脸毋就好啊？你个查某遮尔土嘴哈！客户啊，免甲伊生气啊，互伊家己变干。
错过啊，把这金镯也跌涂骹。出来！你给我滚！哎，走！干！哎！我哎呀，你给我放开！你给我放开啦！你这是种侥幸代志，你搁想要走？哎，你嘛较歹透个，我出来看月娘，搁你有啥地带啊？看月娘，我看你咪伫个遐，是想要看好戏？代志才无这么简单嘞！你这歹心到现在怎么？方彩霞，原来是你搞创空的哦！我已经有心了呢，你竟然这么凶啊！你嘛较歹透个，我是出来散步看月娘，安尼嘛袂用个。啊，无的确哦，啊，规涂骹的金珠哦，拢是林子彤伊阿的啦。啊，林子彤啊，你这查某囡仔，哪遐尔歹心毒性啊？你讲白菜，明明就是我亲眼就看到你甲金珠伊阿规涂骹，你顺便害我，害我阿姊老体。代志明明就是你做，你有讲无？嗯，啊，我嘛用讲，是我亲眼就看到你。白菜。你请教我跟要学，你凭什么害我？好傻啦！你好心，我怎么死呢？你跟我讲什么话？哎呀！啊！你两个是拍耍呗？林子彤啊，你敢有看到？哪有看到？啊，敢有翕到？无嘛！啊，无证无据，哪会当安尼暴露啊？我就是人证，佮耍迄个啥？啊，无翕到，都无准算啦。尊公无拍到，罗林嘛是多好啦，我绝对袂帮你耍。哎，方彩霞，你搞懂诶，你搞懂诶啊！哎，我心明啊，较细腻诶啦。等下哦，连你巴肚内囡仔都跋无去哦，就等于是你手内带乐透飞去呀。死狗哦，阮阿兄哦，都无迄个借口甲你留咧尴尬。你我了，我了，你大声大名，别再生气了。哎，你离我较远诶，无代无志走来吃，搁这样还给不搞斗相共，你到底有啥物气度啊？你莫搁给我撒鬼啊，好不好？其实我是。崇仁，你总算回来啊！崇仁，是你？你完做无？这哪有金珠啊啦？林子豪，就是你带金珠过来的对无？对，因为我就是看袂过你甲遐老。你，林子豪。有啊，好，你给我走啊，好，你莫我看到你。无你答应我，明仔阿公生日你会回来。只要你肯跟阿公认错，阿公一定会原谅你的。凭阿公的财力，你哪有需要做人的小三？你实在是，你，我直接跟你。好啦，唔通这么激动啦。想到台气是要安怎？我就是袂堪要去啊。你也是心里规划啦。好啊，若真正爱我回去，明仔载就好戏通看。好啦好啦，你回去甲伊讲，我明仔载回去，安尼会用的无？讲好啊，你一定要回来哦。哎，国康阿公，伊嘛是你的小妹啊。我这无伊迄种小妹咧，莫讲啦啊！你唔讲，啊唔过我有足侪委屈想要甲你讲。是要安怎啦？你爱去问你好小妹方彩霞，伊就是知影我要出来斗本事，才会超过伊早我一步，出来也只金珠啊！伊想要害我老天呢。